就快过年了，今天做一个大人小孩都爱的零食拼盘。首先，冷水锅里放入姜片和葱段，鸡胸肉煮熟后捞起来，放凉撕成条，加入盐、糖、孜然粉、辣椒粉、生抽腌制一回。空气炸锅180度烤20分钟，注意5分钟要翻面一次。杏鲍菇切片，加入孜然粉、盐、辣椒粉、蚝油，喷上些油。空气炸锅180度8分钟。土豆切成角，大蒜切去顶部，放上橄榄油，裹上锡纸。空气炸锅180度40分钟，中间10分钟翻面一次。把烤熟的大蒜挤出来，放一些黑胡椒碎、糖和黄芥末酱拌匀，蘸熟角吃。把烤好的鸡胸肉、杏鲍菇和熟角都装在盘子里，鸡肉干香辣有嚼劲，杏鲍菇香甜，熟角酥脆，倒上一杯啤酒慢慢享用吧。我是莉莉橙，吃好一点，吃美一点。